餐厅街看一看。真的是这一家，没人。嗯，要现在去问吗？问什么？Hokkaido Love。我先问。好啊。好，我先进去看一下。这两家都问一下。嗯，都问。是啊。Hokkaido Love クーポン使えますか？使えますよ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の電子になりますけど大丈夫？うん、はい、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。可以啊。啊，我板子在那。没写，你有问清楚哈？他真的说没有。他还把那个拿来 scan 的 QR 给我看。好好。好好柜台有贴油，有 QR code。不会 Hotaru Street 这边都有吧？我没有吃过哪家没有的。好。然后现在比较亚麻的是你，又再来是你碰切啊？对。就走啊。有人被带走了，做耳朵卖的人。
偷抓走边，但是他坐得很端正，所以没事。还有小朋友。对。那就今天来吃牛排。对。而且牛排应该不会挤吧？要先泡菜。嗯。好问题。应该是先吃再泡。因为要达到这里，用滑的已经是比较快的方法了。泡完以后，要怎么滑到这里来？就走的啊，这车子开过来用走的、啊、真的、哦、因为吃饭我觉得穿着东西比较舒服哦。你觉得嘞？嗯，好吧，那就多走一点路吧。半个气质，然后上面烤一烤，然后淋在……嗯，有点那个，还不错。是因为我在英国吃到，但是这里放了雪板架，是吃到饱。而且是没有真正有事，他就只是想说我不能下去，是真正有事的就要被包起来了。上次那个什么，现在也是看到真的很恐怖，怎么整个包起来，包得那么紧。但是在下面你就看到，逃出来了，吓死人了，我包成这样。因为这样运送是最安全的，就算万一溜走了，那就是那个下面触插在一个地方就好了。那是头露出来，速度加速什么的，头就是第一个被攻击的，你流线型就比较不会被打到。那个做掏耳滑回去了，滑回去了。嗯，而且你可以吃鲷鱼烧啊。我还吃哦。你要的话。你今天不要。你心心念念就要给你吃啊。今天不要。你是都不想滑了？我就都还好，所以我就说我必须要找到一个目标。所以我不就跟你讲了吗？你今天才要回去看影片。对啊，我要找一个影片来看，说到底怎样？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做的小转不确实，我在那边吃，就是说，减速的力道还不够强。然后我看那个，我记得以前看过小转的影片，它就咻一下就只有半个弯哎、欸，
那个力道很强。其实那个力道你要强到说，你那个脚跟蹬的那一下会蹬出超多血啊。那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？就是人造馒头，别人脚掌都在跳。哎、欸，类似，一直跳，类似，类似，左右弹来弹去的跳。那个不是跳，重点不是跳起来那下，重点是蹬下去那一下。要起跳之前蹬下去的那下，就是刹车最强的那一道。然后蹬下去的那一下，就是会挖出洞来的一下。然后这边挖一个洞，那边挖一个洞，然后蹬蹬。那就是照着人家很机器的样。没有，但是我没有要诀啊。要是我知道平衡。怎么平衡是适当的话，其实馒头是简易比直接下简单，因为馒头等于有人挖好楼梯，你就照着那个踩，你就会停下来。对，但是那个很深啊，我就不知道踩下去我会是什么状态。所以我要去看一下有什么诀窍。Let's go.现在你也可以帅气的侧杀进来了。心往前。
人手老头。这个则是带着单板的人。啊，这个确实是很宽宽很舒服的坡度。学习啊。雪场啊，这个王子才有用啊，这个王子哦 SP Snow Tomorrow SP 还有 Activity 情报，还有 Ski 场最新情报 Snow Tomorrow.jp 今天做一个不一样的，然后找不到，而且是手机版。说我找不到那个人，我知道怎么问。那现在我还是想说，我还是有点想知道，只是拖太久。对啊，我一直催，但我忘记催，现在都二月，就那个点啊，就是那个点，我很想找到，直接找到是谁啊？对啊。没有啊，就变成只能直接去啦。走最绿的回桃花线吗？最绿的回森塔线吗？走一次看看好了。对啊，在很前面才要切过去。
是我们以前最常走的路，真的、啊。然后你姐是在这个地方，可以住，我就转、不过去，还是在更那边。对啊。
右边，右边。你接下来是正面这一条。正面这条，中间好。看看雪堆已经多大了。嗯，看有多大。身体歪一边，哎呦，摔倒了。他站起来了。切切也可以，要切切也可以。
像这个是左脚朝前，但是他你看他休息的时候就是面对山下，对啊，他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的侧脚，他就面对山下就可以往下蹭了。对，这个比较少见，大部分都是左脚朝前面，所以我个人认为以恐惧心来讲，又不惯用脚切，还比背对山下简单。背对山下应该是他们最害怕的。竟然看得到太阳，竟然看得到太阳，要收工了啊，要收工了，竟然没太阳，不是，我是说竟然看得到太阳，你下来一点，就在那里拍一张好了，蒙蒙的一颗。好像还蛮好滑的啊，没有多。每次都在那边讲说你不会跳，是因为你用钢鞭子会跳，我用板子会跳吗？是啊是啊。哎，我就不会用钢鞭，那你说要怎么办啊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我是重心调对之后，才越来越能用钢鞭的，所以我就一直叫你学到头啊。我刚试了，不管有没有用钢鞭，只要重心压住，好像也不会跳。真的。那就是我板子太轻了。这板子太轻。你叫我晃晃看啊。啊，我吃太肥可以吗？我的板子还是比较轻啊。板子跟人的重量差多少？人的重量才是主要的，好吗？往下一点点，然后又翘上来，那就是钢鞭滑行。所以，我跟在你后面，你滑一圈看看，我看你的轨迹好了。
你最后两个弯，你觉得你有踩得很三脚，一只脚中，一只脚没踩吗？忘了。谢谢哦。最一开始出发的时候，你横的时候就是一条线，接下来的两三个弯之后就变成，是这种线了。对啊，有没有？这开始不算，这一道开始就有了。有有有。越来越平了，但是这两件事又很难说明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是教刹车的技巧，那就是你那样子做还蛮不错的，就是有这样子片撞这样绕过去。但是如果是说钢鞭的话，那这样就又不大行，对吧？搞不清楚。好，走。还要再滑吗？随便你滑。我都还要再滑吗？都可以啊。这个跟昨天比哦，今天有好一点吗？对啊，快点吧。嗯，那就收工了。我不知道这车开到几点。这个车哦、喔，可能有到四点吧。广东佬应该收工了吧？